你爸怎么还真打你啊？没事，小时候他也这么打我。那是小时候长大了不能打的。昨天晚上回来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他会训我一顿，我有准备的。但我不后悔这样气他一下。妈，想说什么？我想好了，你去张安仁的新家。 搬过去住，我们可以付他房租，或者付他水电煤。要是他那个地方不能住的话，再找别的地方住。奶奶要说的，他说让他说去，你走你的。我在家里，我能够对付他们。 要不你跟我一起走吧，我们找个地方一起住，免我爸离婚。我走不掉的啦。你怎么走不掉啊？这几十年了，我有办法对付他们的，但是，我这大半辈子都耽误在麻将桌上了。 我不想你再被耽误了，啊！不哭，这里已经不是个家了，不用留恋，我先下去了。 我觉得阿姨真的太了不起了。我原本只是以为她安心重，有妈跟没妈呀，还是不一样。我走了，你继续住在这里。奶奶喜欢你，我爸知道你在今夜上班以后，更不会让你走。你就别管我了，我自己会安排的。你呢？ 就放心的去迎接你的新生活。